好漂亮啊！跟妈妈出去吃饭了，今天爸爸过生日了，咱们出去吃饭好吗？嗯，好了，妈妈帮你带着。今天桃酥爸过生日，我们准备去吃海鲜自助，你想去吗？这家店在我当时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去过一次，那都得2年前了。嗯，然后这2年我们都没去过。你想吃大海螺吗？嗯，你还想吃大龙虾？妈妈怕你过敏，宝贝。芒果不能吃了，芒果你不能吃了，已经知道吗？嗯，长大再吃。长大吃好不好？到那吃点猕猴桃吧。桃酥最不爱吃猕猴桃，那儿的猕猴桃甜。那吃点猕猴桃吧，好吗？第六季在北京一共4家店。你知道啊？我们今天换一家店去吃。而且这几家店呢，大众点评都是5颗星，我真的觉得他家挺好吃的。就好多海鲜自助的店吧，就是除了海鲜比较新鲜，其他的菜品其实做的挺一般的，但是他家像什么烤羊肉串啊，还有蟹堡啊，都超级好吃。而且呢，他们家我们打电话咨询了，说孩子在90公分以下是免费的，孩子长到90公分呢就要收149的儿童餐费了。桃酥现在今天去体检吧。但是我看他那个菜单上写着149，那我打电话问他可说的是269。我们查了一下，好像孩子2岁左右就90了，桃酥现在应该是不到80吧，趁他90之前，咱们赶快再去吃几顿霸王餐，行不行？今天天特别好，外面得有20多度，然后阳光明媚，非常适合出行。我想吃火锅，火锅暖和暖和，就像你温柔我的心。龙虾、生蚝、海螺、鲍鱼。如果有你有我，这种简单满足的快乐。揭开锅盖，雾气弥漫了玻璃，才不担心外面是冰天雪地。我们来的算比较早的，他们家不管哪一家店人都超级多，都需要排队。哎，带孩子来真的太忙了。两位，烤鸭需要吗？好的。桃子在玩魔方呢。哎，爸爸给拿的玉米。啊，这都爸爸给你拿的菜，一会儿给你涮啊。这基本菜是什么？蟹黄还能吃不？我尝一会儿。给桃酥吃一个龙虾大钳子，快来快来。妈妈一盘肉卷全都倒进去，鸭血黄猴毛肚我都不挑剔，涮一涮蔬菜拼盘，喝杯可乐解解油腻，中场休息一下下OK， 我还可以。我想吃火锅，我真的超爱鲍鱼和大海螺。我的心窝，爱就像火锅，火锅有你有我，这种简单满足的快乐。桃酥爸就爱吃这种大桶子。哎呦，这太大了。不好吃啊？不好吃啊？小的好吃啊，我的衣服都被他刷脏了，太累了，吃的像打仗了。宝贝，哈哈哈哈。